看看，干嘛啦？话给他大声。啊，哥哥，人呢？在房间休息啊。上班上的好好的，怎么会被送去医院呢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间就流鼻血啊，然后止也止不住。哎，平康会吼，我老个鬼头卡了。啊，阿姨先看状况啊。先讲，我可怜哦。啊，哥哥，哥哥。宝贝，哎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伤心，老爸永远陪着你啊！为什么老爹要这样对我？你还这么年轻，你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？好不容易撑到现在，就这样功亏一篑了。哎呀，老天爷啊，你不要这样子折磨我的女儿嘛！你有什么苦难呢、啊？你通通冲着我来，冲着我来嘛！拜托你，我求求你了！下来！到底是搬啥的啦？好、哦，我给不回哦，那个鬼头家去啊啦！老婆，你怎么能够这么平静呢？可能得了癌症呢。我没有得癌症。你，我是你爸爸，老爸知道你的孝心，虽然呢我很有年纪了，可能会受不了打击，也可能会心脏病一发作我就走了，可是这就是你不能走，怎么走呢？你就起来了，你女儿没有得癌症，她是之前的鼻子的鼻膜受伤。在公司情绪比较激动一点，我们家两天鼻康会共共劳，听有无？那你刚刚干嘛哭得那么伤心呢？因为今天是29号。又怎么样呢？我在这个月的倒数第二天请了病假。真的有救护车哎，而且海库还被抬上去了。海库的状况怎么样？你要不要跟他说我状况很不好，我没有家人可以照顾。我来帮魏同事来的，所以我来帮你准备吃的。这又是棉被、睡袋。你要住在我家？可以吗？TVBS 42台每周日晚间8点，完全水平恋爱时刻，有钱没钱都要爱。